喂，苏主任吗？我是。苏长官让你立刻离开北平，让苏主任接电话。苏长官说他不在。苏主任，现在局势难以控制，你代表着南京的态度，要当断则断。全国的民众在期待着你。吴先生也在期待着你。 李娟，你听我一句，马上离开北平。苏将军，所有的后果我来承担。现在我听您的。好，那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。抓。明白。我以特使的身份命令你，抓人。是。 请示Marshal将军，并请华盛顿派出军事法庭的成员，能快到正午。好，我将如实向我方政府呈报。谢谢。是，卑职明白。整个事件都被共党分子利用，大有局面失控的危险。局座听命，我打这个电话。 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开庭是必须要开，但是国民政府与美国人的关系不能够受到破坏，明白了吗？请部长放心，卑职知道该做什么。嗯，就这样吧。委员长绝对是不想得罪老美的，该知道做什么了吧？知道，明白。 不对呀，李哥，树林里有动静。什么动静？好像有喊声。走，下去看看。走。你。 就是那个李哥呀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不不不，什么都没看见，没看见。
为了活命能把平日的兄弟骗到这儿来，说不定哪天也会把这事儿捅出去啊。不敢不敢，这辈子没做过缺德事。怎么是你了？听我跟你说啊，赶紧让你家静静离开这里，否则要出大事了。你威胁我？威胁？我威胁你干什么呀？你听我告诉你，那两个出庭作证的人已经失踪了，静静比他们更重要，他们不希望静静在法庭上说出对美国不利益的事情，赶紧让静静走吧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先上车，上车我再告诉你怎么办，快。里边请，来，好嘞，里边请。哟，吉二爷啊，哎呀，建梅啊，你也来理发？对呀，就要开庭了，我来修理修理容面，想必你也是为这个做准备吧？哎呀，建梅，这是第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受审。咱们得给国人长脸，不是？是啊。治安小心！赫赫有名的吉二爷，怎么样？你们是不是还想让吉二爷教训教训你们啊？二爷，此事肯定是有人刻意计谋的，这些天啊，你可不能大意啊。哎，简梅啊，你转告明泰，上线人家要有所安排。一定是吴明泰找的人，给我定好了，有情况立刻汇报。是的。啊，您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静静，下周开庭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妈，我不去。证词我已经写好了，这就够了。哎呀，这就好。咱们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跟妈妈去上海，咱们找外公去啊。不。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有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。总是不把妈的话当回事儿，咱们不能为了别人出风头，让咱们自己人丢人，你说是不是？妈，我很丢人吗？您可是自己送上门去做人家的情妇，我们到底谁丢人？
报告。进来。司令，上了已经走了。好啊。该抓的抓了，该放的也放了。司令，不能让他这么走啊。你他妈杀人杀红眼了，这种人也杀呀？那我以后黄色怎么做人啊？人一走了之，不就完了吗？他要去的可是北边。喂，郊外红石棚，要干净利索，明白。黄长官，您这是？黄司令不放心，特意让我过来监督你们的行动。怎么样？人都到齐了吗？人都到齐了，就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出不了什么闪失。确定？确定。真的要亲自上法庭？对，我一定要让那个混蛋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这些人之所以鼓动你上法庭指控美国军人，就是想利用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在美国的背景，他们就是想利用这件事情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反美运动，这会让本来就脆弱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的。亲爱的，咱们在被窝里边不谈政治。那你给我时间谈了吗？你这些天，每天都包围在仇美运动的呐喊和兴奋当中，你根本就漠视了我的到来和存在。亲爱的，你代表政府，为政府说话，我能理解。你想想，我的学生受了那么大的侮辱，我是校长，我不站出来说话，我还像个校长吗？这也不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明泰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卷入这场政治的漩涡，被共产党利用了。别去接，让我们好好享受一下二人世界，不要让这些杂音打扰我们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喂，吴校长吧，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老林呢。哎，林校长你好。明泰，我支持你，复旦支持你，
如果有需要，我将率领复旦200名学生立刻赶过去。老林，非常感谢你，不过现在不需要。这样吧，如果需要的时候，我给你电话好吗？好，再见。喂，吴先生吗？是我。我代表北平文化界全体人士支持你，你们做得对。美国人如果不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从今往后对他们的文化活动一切停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爸，启梅，延安发来的电报。是吗？我的好闺女。共产党的重要头目都亲自指挥你披挂上阵了，你还能说在政治上你是中立的吗？丽娟阿姨，这跟政治是两码事，这关系到民族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。大人的事小孩别插嘴。不对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启梅。共产党正在用武力推翻我们，所以他们希望把支持我们的美国人赶走，这还不是政治？就凭你的这种煽动语言，我们的人可以立刻逮捕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是害怕的话，我就不会来了。李娟，爸，你得学会哄老婆。看她是我老婆吗？那就是一总统，就是一上帝。他要是没那本事，怎么命令军方逮捕那几个美国大兵啊？什么意思？根据可靠消息，是他亲自下令逮捕那几个美国军人。是吗？你就装不知道啊！快去。丽娟，知道你今天要走，可是学校内外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，恕不送行了。此次北平之行，你做得对，往政治上的分歧不要影响我们两个人的关系。明代李娟，李娟，这次我很遗憾没有阻止成吴明台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向夫人交代。他现在完全被共产党利用和控制了。吴明台就是吴明台，和共产党没关系。气节！维护中华民族气节！美国佬必须低头认罪！美国佬必须低头认罪！同学们，咱们一起来唱首歌吧！团结就是力量，为情！团结就是力量！陪审团的女士们、先生。被告方有什么要讲的吗？请看，
这张图片。Look at this picture. 这张男人吊死在树上的图片，正是原告所谓的证人之一，李守天。他于前天晚上，也就是22:21:30，李守天畏罪自杀。请问，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自杀？我反对。此事与本案无关，反对无效。李守天是本案最重要的人证之一，他的死只能证实一个事实，他提供的证词是虚假的。他发现自己的家人给我的当事人带来灾难时，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，走上不归路。请把证据呈交本法庭。这是 Jack 的照片，照片中他穿着白衬衣，露出胸膛，举着红脚杯。这是我的当事人，与受害者发生性行为之后拍的。这张潇洒的照片，它证明了什么呢？证明，就像我的当事人所述的 ，Jack Jones 是和他达成了共同的承诺，才发生的性行为。那么，请问，这算强奸吗？我最后再问一遍，原告要给我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被告所述的不是事实。既然原告拿不出直接的证据，那么本庭宣布，我有。我就是证据。金明，好样的！北平感谢你，中国人都会感谢你。中国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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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停地跑，不停地跑，无论我怎么的呼喊，怎么的求救，可他们。他们仍然没有放过我，我的衣服被他们撕破了，他们在我身上撕抓着，我的脸被他们扇晕了。我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去反抗，他们却更加野蛮地对待我。法官先生，请看这个。就是他，就是他给我留下的。他们就是畜生，要什么证据？大家说是不是？肃静，肃静！请证人再确认一遍，你所说的伤害你的人是否在这个法庭上？对，就是他。好的，请坐。请被告进行最后的陈词。陪审团的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刚才的一幕代表不了事实的真相，因为我的当事人是美军最优秀的一名军人。2年前，在加利福尼亚州科马营地的实弹演习中 ，Jack Jones。正是他用自己的躯体掩护了一名刚入伍的士兵，他奉命来到中国，把他的夫人留在了遥远的大洋彼岸，独自的抚养这刚刚出生的婴儿。然而，就是他这样的所谓的强奸犯，维护了我们美国的尊严，坚守了岗位。想想看，
他为什么这么做？答案就是，为了我们美军的光荣使命。难道这样一位值得骄傲的军人，要使得失去自由，就是因为在一个美好的夜晚，在征得女性同意后，与其发生了性行为？不，他不能。这个女孩，她是甘愿的，她是被周围极端超美分子怂恿的，不是被强迫的。所以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。我恳请陪审团把正义还给我的当事人 Jack Jones。 Thank you。 那么请原告做最后陈词。法官先生，陪审团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你们好好看看眼前的这位姑娘，她还是一位花季少女，可是她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忧伤，充满了对罪恶的控制。民国35年12月24日22:10，就是这位花季少女受到了野蛮的摧残。就是他，江中斯强奸了。案发当天，我的当事人的身上和双臂有12处被撕扯的痕迹，脸上有5处被抽打的伤痕。当我的证人把他救回。正是因为受到了野兽般的蹂躏，这位花季少女无颜面对她的亲人和师生，她决定自杀，她决定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女士们、先生，难道这样的罪恶在美国是允许的？如果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有谁可以无动于衷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尊严。曲解法律就是对正义的亵渎。40,000,000中国同胞乃至全世界无数双眼睛都在期待着你，期待着你们做出公正的裁决，期待着你们洗刷强加给这个弱者的耻辱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公正的裁决，因为你们的裁决将代表着正义。谢谢。中国必胜！美国佬必须低头认罪！美国佬必须低头认罪！陪审团做出判决了吗？是的。全体起立。中国公民尚丽俊遭强奸一案判决如下：海军陆战队队长杰克·琼斯犯强奸罪，迈克尔犯帮凶罪，罪名成立。
今日之举，可喜可贺。中国人的官司打败了美国人，就是世上奇闻。喝酒，喝酒。爸，我觉得晶晶的事儿，并不只是她个人的遭遇、个人的不幸，而是我们国人的遭遇、国人的不幸。老人都在这儿，我今天也表个态，我以后一定好好保护她，让她得到快乐，得到幸福。爷爷，爸。 张伯伯，哎，你们说呢？说得好，像我儿子，你们说呢？像。怎么着，文景，我儿子的话你应了吗？如果你答应，咱们就共同举杯，祝福这两个孩子。我答应，我答应，生了个好儿子。干杯！可喜可贺呀！ 你真的想一直这样下去吗？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哎，你已经不小了，该考虑自己的事儿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已经成了我一块心病了。心里的门关上了，永远都不会再打开。你不能这样！喊什么喊啊！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吴明泰。 曲折百里还看着盘儿离，家里有个高贵的老婆，还和一个野女人在外面幽会，你气死我呀你！要死也该是我死。本来我就不该再活着。腊梅，我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心里难受。真的吗？ 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知足了。起码在你心里，还有块小小的位置是属于我的。就算我真的死了，也值了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 共军扬城五部，兵锋三路，对我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，来势凶猛。与此同时，共军发起了战略性进攻，东北野战军突然进关，逼向北平、天津。报告完毕。委员长授谕，自即日起。 北平行辕撤销，合并张原、保定绥靖公署，改组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，以冀、察、晋、皖为作战区域，实施战略防务，特令党、政、军、警、宪特等一切国家机器紧急动员，监控侦查，先行逮捕，以防范其颠覆行为。一旦经勘乱特别法庭查实，格杀勿论。 是，王将军，听说最近龙体欠安。是啊，我也是想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可是没办法，刚才军统把确定的共产党名单报上来了。
主任放心，吴长官已经采取行动了。他知道此事吗？知道。吴长官对您可是诸事上心呢。好了，我谢谢他。诸位，总统的讲话都记住了吧？铲除中共地下党一事，迫在眉睫。下面请李部长宣布总统手谕。鉴于局势急转直下，为保存文化得以延续，保护著名学者生命安全，兹决定，国防部、教育部、财政部配合行动，由苏崇恩、孙央、黄森、苏立凡组成拯救小组，动员国内学人撤离大陆，此项行动命名为特别抢救计划。坐下吧。各位，此次计划非同寻常，总统指令，军方配合，名单所列学员必须南下转机前往台湾，不愿意去台湾者也必须离开中国大陆，绝不能留给共党助长赤焰。侦缉处处长丁青山。我是黄森。司令，总统口谕，立即铲除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。是，司令，青山明白。快点，快！快，不能放走一个！七梅，素云。轻轻地推开我的小门，走进昨天，往事并不如烟如雨，先生们洒落的血迹泪痕似乎依稀尚存，中的步履足音仿佛耳边可闻，轻轻地翻开我的课本，放飞心儿，徜徉在这树海树林，学问历尽风吹雨淋，一次次浸透了苦难艰辛。